Blood donation campaign organized by Malaysia, the Hong Sing Ye Hui, have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the public. 然后这个拍下 show the blood group 有 A 型、B 型、AB 型跟 O 型，最多的是 O 型，最少的是 AB 型。然后the pie chart show 25个人哦，所以在这边我可以讲一些题外话一下啊，OK，其实不是题外话啦，我这些最后也是要算的，OK， convert this to another suitable data representation， 所以它从 pie chart 换成了 bar chart， 然后我要换成 bar chart 的时候，你心里想我的 A 的呢是占了28%。所以28%呢，它总共有25个人，乘以28%，然后拿到的是7个人。然后我的 B 呢，我在这一边它有25个人，乘以20%，OK。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拿到的是5个人。然后我的那个 AB 的情况之下，它是25个人，乘以16%。啊，4个人，而 O 型的是25乘以36%，9个人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9个人，这个是4个、5个、7个。OK， so 这个是它的 blood group of donor。这样，好，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你看我的这一个是25乘以那个28/100 ，OK， 100，然后拿到的是7 ，OK。当然我的这一边我的这一个我可以改成是20，然后它变成5，然后我可以在这一边我改成16，然后它变成4，然后记得啦，它就 percentage 是百分之多少了，然后总数乘以总数嘛，然后它这一个是36 ,OK, 然后它就拿到的是9个，这样 ,OK。嗯，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一边，我发现到是它上面这边改变嘛，我就放 alpha x 哦，然后再放 calc 哦，然后放这个28等于它就有 7，calc 20等于它就有 5，calc 16就等于 4， 然后 calc 36等于然后 9， 然后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的咯。这样我刚刚都没有按计算机，我可以直接拿到答案，为什么呢？旁边可以直接看啦，不是啦，我心算155 4 5 2 3，除4，这样就是它答案了。So the bar chart is suitable as the data of the blood group of donor is categorical data. 这样 ，OK。所以我们的这个 bar chart 呢是适合 for categorical data 的 ，OK。一个 category 一个 category， 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青色、男生、女生，这样 category 一个 category 好，就是这样。